TF 少年购，本周全员内蒙，到底是睡衣派对还是另有目的呢？不知道你们知道今天为什么要穿成这样吗？因为节目太累了，要让我们休息。哎，其实我真的觉得，我们录完节目然后带上睡觉挺适合的。嗯，自己去煮。那个刘志宏，你要不要待会儿去买点烧烤过来？对，我们给钱。啊对啊，我们待会儿录完，我们就直接这边上场带上睡。本期主题就是，哎，真到这天。恐怖箱再次登场，到底是什么让千玺吓成这样呢？放心吧，不会很恐怖。你有还有，我要帮你配音。我是老想靠父母。下去。好。好萌的叫声。下去。下去。哦。哦哈哈。我们的皮卡丘。嘿。还有千玺身着睡衣带来的萌萌的舞蹈 solo。哇，睡衣派对更不能少了经典的床上游戏。哇，千玺真的笑点好低啊！好。今天的一战是我们的主队 Jackson E 对战我们客队的 Roy Wang。这个只能拿枕头啊！开始。他这个时候还想着节目主题，好吗？小凯剑倒地了，刘志宏你来了，刘志宏，把我们的麻袋把我们的气球给踩爆啊！准备开始，双方把床上。妈妈加油！还有男生学院自习室，上周语文转学前的最终告白。你难道还要让他继续这样下去，让我们这样下去吗？黑人男生，这件事你别管了。马思远，这件事你也别管了。我走了。这周又突现单身派对，到底自习室发生了什么？不要说情侣派对，我把隔壁女校郑子琪带过来啊。我随时 OK， 就等你电话。当然，换上萌萌的睡衣参加 TF 少年购时，也不要忘了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，关注 TF 家族官方 QQ 空间。本周五独特睡衣派对，晚上8点与你不见不散。